恐惧。不，这一切只是火焰的筛选，就像那时被父母分离拯救的我一样。这真是一个奇迹，真是一个奇迹呀！奇迹，奇迹，奇迹。是啊，看似残酷的火焰里有他们的温度，这真是一个奇迹呀！熄灭，又再次燃起。它是焚尽一切肮脏秘密的武器，是淬炼意志的公正考验，也是让人眷恋的温柔怀抱。在这温暖的灼烧里，我将永远追寻神迹。